一杯牛奶，一片抹了美味蜂蜜的吐司，以及一颗荷包蛋，这是你常吃的食物吗？今天美丽新生活节目邀请到的是从小受父母影响而是断奶素的阙文晴，以及负责家人饮食健康的家庭主妇陈秋元，一起来解释最简单平凡的早餐食材有什么问题嘞？ 哦，又是一堆好吃的，哎，刚刚所看到的这些，其实这就是我们一般生活当中常常会碰到的，对啊，奶啊，蛋，蜂蜜，好吃，对啊，可是这跟我们今天的这个绿色生活家的主题有什么相关吗？我还是问一下两位，对，吃不吃这些东西，奶蛋蜂蜜，吃啊，吃嘛，每天早餐应该都有，对，非常方便又容易取得，对，所以其实像什么大家都觉得说，哎，蜂蜜也还 OK 蜂蜜也还 OK 啊，奶也还 OK 啊，蛋也还好啊。像我不知道您是吃蛋奶素，对，蛋奶素，是受爸爸妈妈的影响，从小就开始吃了。哦，所以现在有吃30多年了。哎呀，是不是？像是不小心暴露了年纪，没有关系。哦，我们也都40来岁了啊。好了，不过刚刚呢，为什么画面当中要特别提到这三样呢？哦，这只是一般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食材哈，但是呢，其实这跟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绿色生活家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对，怎么说呢？今天带大家去逛超商，嗯，这个超商跟一般的超商有一点点不一样哦，一起来看一下吧。 蔬菜水果有益身体健康，身为家人健康守护者的家庭主妇，怎么可以错过嘞？偶尔吃点甜食可以让心情愉悦，这个蛋糕看起来很美味，犒赏一下家人呗。 爱美是女人的天性，超市连保养品都有的奶，嘿嘿嘿，真是太方便了。购物结束了，现在要来问问大家，这些超市跟一般超市有什么不一样嘞？嗯，有什么不一样啊？这影片不是播完了吗？ 里面有什么特别的设施？设施吗？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欢迎一下这个超市的两位主人啦。是，来欢迎我们艾薇跟超市的创办人赖孔胜庄顺梅，欢迎两位啊。主持人大家好。哎，我们刚刚就看到那影片哦，感觉就是一般的这个女性朋友最喜欢逛的就是超市。对。那你们的超市跟别人超市不一样哦？告诉大家为什么台湾就你们这一家？我们比较坚持我们的产品里面不要有动物成分，所以是一家爱护动物的超市。爱护动物的超市，像刚刚其实我们来宾有特别讲到，他说，哎，我发现它好像不卖荤的。是。哦，但是是素，好像还有分哦。里面应该纯植物性的产品。我们是不是来介绍一下你们家
因为包装起来有很多东西坏了，你都不知道，看不到。对，它虽然是透明的塑胶袋，对，有时候真的像我们哦，因为时间不是像一般的这个朝九晚五的工作，所以其实真的可能下了班，然后收了工之后，你要去超市买东西，你会发现哦，我可能只需要一颗番茄，但没办法，你得买四颗，我们要合在一起啊，然后它都这样子盖起来嘛，所以你看不到那个地头的部分。没错。哦，有时候一回去发现，哎呀，那三颗里头怎么有一颗怪怪的？有没有？难怪它贴特价的。对。还有它必须用包材，对，好用塑胶袋重新包过，对，然后还要花人力，对，然后包完了以后又容易坏，是，包完了以后又一定要有冷。要冷藏的设备，对，又浪费电哦。所以我们的这个蔬菜水果就跟一般传统市场一样，你需要的时候你就自己去看，是哦，然后你自己去自己亲眼所见，然后去摸，自己挑，自己买，对，挑你要分量，对，是是。小花妈妈，你平常买菜都会去传统市场，还是会去超市比较多？都有。但是传统市场就像您讲的好处是，我们可以自己挑，然后需要多少买多少，对。这叫做裸卖。啊，这个是叫做裸卖，然后好，所以这个就是需要多少买多少，喜欢哪个就买哪个哦，这个就是叫裸卖，对不对？好，那但是呢，我们又有超市的检验把关，这个把关的部分你们是怎么做的？哦，这个部分就比较特殊，因为我们是有一个理想，有一个愿景，对，目前农药残余啊。我想这个食安的问题层出不穷，对的，层出不穷。那我们目前的主力就是经过台北农产批发公司进来，对。那因为以前我自己是从事蔬菜水果的大中小盘，对，所以我大概知道产地在种这些农产品，用药啦，或是化学肥料，都是用的非常量非常大，对。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通路。然后让消费者知道我们有这样的努力，然后可以让我们的消费者越来越多，这个真的很棒。所以其实它结合了传统市场的这个裸卖的好处，但是它又承袭所谓的超市它严格把关的这样子的一个整个所有的流程哦，甚至比一般的我们的超市还要再更严格，对，一举两得，真的很棒很棒。然后再来拍谁啦？真的赖大哥，对不起，我们这个哈制作单位哈拍谁？我们工作人员啊来不打错蛋糕来洗这些蛋呐，哦不是那个错了，这个没有错，就是这个蛋，就是这个蛋，对，这个蛋是这个蛋，就是我讲的蛋糕是我们吃的那个蛋糕嘞，对，我们是。不是用一般鸡蛋的蛋下去做哦？为什么？我要看一下，吃起来口味会一样吗？对呀，哦，这个我就好奇了哈。来来来，我帮你。蛋糕我最爱吃的耶。哎，这不含蛋奶制品或蜂蜜的纯素商品。可是我比较疑问的是，那蛋糕里面不含蛋奶，那里面的原料是什么？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子。我们现在提供给我们的厂商是哦，他就是用。原本奶油的部分就是用豆奶去做哦，用豆奶，对，也不加蛋。那过去传统的蛋糕大部分都有一些发泡剂啦，好，就是或是一些应该讲就是蓬松剂，对，就一些化工的东西，对对对对。那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没有含奶蛋的蛋糕，应该讲会像比较精致的花桂哦，比较扎实一点，对对对对，花桂嘛就喝起来嘞，对，只是它用它的技术把它分成，然后再加奶油，再加里面的料，对，或是派这样子，然后就会其实口感不会差太多。哎，大哥，你刚有提到你们超市重点是不伤害动物，爱护动物嘛？是是。可是这个蛋啊、奶跟蜂蜜，这个跟动物有什么关系啊？真的，为什么不能用？是这样子，因为其实蛋跟奶，其实在联合国他们已经公布了，是我们食品里面。应该讲是很严重的过敏源。我自己有亲身经验跟大家分享。因为我的大女儿，对，她就是以前很喜欢喝奶，是。她小时候生出来是蛮活泼、蛮健康的，是。对对对。那因为喝奶喝长期喝了以后，就会产生过敏。对。本来以为是气候的关系，就送她去加拿大读书。可是去加拿大有减轻，可是没有断根。对。还是有过敏，然后后来他回来台湾结婚了以后，对，生了小孩子，小孩子也过敏，所以这过敏的体质是会影响的。那之前跟他告诉他，说你这个蛋奶就尽量可以不要吃。他其实我知道，当母亲的时候，为了自己可能都不听不进去，对，为了小孩，他可能就很努力会想要去改善这个事情，所以他真的就把
奶跟这个，哎，他以前就不吃蛋了，是，他就把奶给断掉了，断掉了，啊，结果就这些过敏的问题就解决了。哎，是。那蜂蜜我可能就比较没办法理解，是因为全世界的蜂蜜其实大量减少嘛。是。OK。对，其实这一些哦，除了是对我们这个动物其实很不友善以外，对我们的环境也非常的有伤害。大家知道吗？其实我们全世界有51%，我们常常讲说温室效应，温室效应，对，有51%的人造温室气体，嗯，其实这个排放量就是来自于畜牧业，所以它是最不环保的一个行业了。哦，好，这就跟我们人心啊，我们对于东西的需求啊，是不是你需要呢？如果真的也可以不需要的话，其实不要这样伤害我们的大地了。好，那么当然接着下来，当然还包含我们一般生活当中保养品哦，这个我就很好奇了，女生最有兴趣。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家的保养品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哦。好，来啊，这个其实我真的现在哦，因为自己本身也会擦保养品，对不对？你看我保养大家喝有没有？好，好，好的。在座我们每一位女性朋友，来这个部分哦，我们来看一下，是不含动物成分，然后也不经动物的测试的一个产品。这个部分我想请我们顺梅姐来跟大家说。顺梅姐是水当当，水当当，对啊。这个保养品是我们女人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嘛？对，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卖的保养品啊，都不含动物的成分，是也不经过动物试验，因为它要是经过动物试验的话，就是一定也许然后就是有含有化学成分，所以它才要用动物来实验。那我们都会跟厂商打那个合约啊，就是说你这里面不能含有动物的成分在，所以对我们来讲是可以很安心的使用啊。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如果你买的是保养品，然后这个保养品的厂商是很负责任的话，其实在它的瓶身它就会有一只小兔子，然后打一个叉叉。哦，那这个就是说我不用动物做实验，因为我看过那个动物实验的影片哦。啊，真的会让人心碎哦，真的会让人试验完了以后就不甘呗。我们讲白点，类似销毁，是，其实它就是一个生命就没了。对对对。哦，那其实我们就是真的希望能够将心比心，是。所以这也是当初其实赖大哥跟我们顺梅姐你们在创立这间超市当初的那个想法，真的就是，其实真的就很简单哦，我不伤害动物，对，对不对？动物在推广会不会很辛苦？因为我们知道台湾就你们这一家，听说亚洲也没有。对不 对, 对？目前还搜寻不到。是啊，因为这样子的概念，其实对来消费的这些消费者哈，当然有一些小小的阻力啦。对，他们也会认为说，哎呀，那个奶也好啦，蛋也好啦，也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啦。那让我们方便啦，一次够足啦。不要再分两家了。是，但是经过我们跟他说明了以后，他都能够体谅，而且这些产品，其实说真的。在社区里面，好，我们讲他们要取得或要买，其实也不会不方便。对对对，只是我们对这个理念有坚持，所以我们认为我们不想提供。对，是，就希望有更多的支持者加入你们，是，对不对？哎，那我想问一下两位妈妈，好，对，因为主妇们呢啊最斤斤计较的，对。那像这个东西这么好哦，有这么多的这个把关啊，或什么，然后有这个素食啊、vegan 啊，这个价格上两位会不会有这考量嘞？一般来说，其实真的大家都会印象当中觉得吃素很贵。我相信，尤其像这个哦，你应该常碰到那个跟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会碰到很多困难吧？就是出去的时候，素食的话都比较少，又比较贵。那其实我个人是很喜欢推广素食的，那我会找一些餐厅，朋友可能看他价格之后就觉得说他们没有吃到肉，可是为什么价格是跟吃荤的价格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就是一个阻碍。对，那小花妈妈，你也会在意价格的这个部分吗？一般我们的印象中，素食的价钱好像也都不是太便宜。对，好像感觉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一般我们市面上。外食的时候，感觉上那个价钱跟我们买荤食的价钱比较起来，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差，好像贵了一点的差异，反而还是贵了，这怎么回事呢？应该讲理论上是应该要便宜，是，我们刚才讲少了那些的成本嘛，对，但是从我过去的观察，认为素食可能是一个小众，是个小众，对，那一般荤食者不太容易进去素食。的餐饮或是素食的产品去挑选，然后所以经营素食者可能他基于就可能就生意不是像荤食者有那么多的客源，所以他当然可能价格上
要稍微提高一点。嗯，对，那它基于这种营运成本的考量。嗯，哎，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方面努力，所以我们的超市，其实各位可以去看或比较一下。嗯，我们的超市的价格是很平价的。哦，真的，甚至比一般超市还便宜。没有，所以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说这个价格的部分，因为其实真的像我们赖大哥跟我们顺梅姐，他们是很有心在做这方面的推广哦。那刚刚我们所提到，就是说在推广成立到现在，碰到的困难，除了有人会可能跟你们反映说，哎呀，都几斤点吼啊，让我什么东西都买齐嘛，怎么连蛋跟奶都没有？除了这个小困难以外，还有没有碰到比较大的困难？嗯，目前为止是没有太大的困难，唯一的就是。很多消费者会认为说，对，你们什么时候要开到我生活的周遭啊？就是太少了啦，是太少了，是。所以将来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目标是想要达成的，在近期之内？当然，其实经营超市哈，千头万绪嘛哈，对，东西很多，对，而且现在的经营环境。大部分其实都是财团在经营，啊，小商店其实相对辛苦。是啊，我们自己也定位我们是一家小的杂货店，好，然后我们目前跟这个进货的厂商，大部分也都是小盘，是对。但是因为我们就是有这个目标，所以我们愿意把利润哈降低一点，对。啊，我们希望说消费者肯定我们，消费者的支持的人数越来越多，对。那我们就可以再跟中盘进啊，哦，再跟大盘进啊。把这些成本慢慢的降低，是，然后把成本反映在你们的这个售价当中，让大家更能够体会一下。是，所以我们因为公司名称有加四个字嘛，哈，社会企业，所以我们就能够只要能够 cover 我们的管销，那我们希望说，就是把这个多余的，这个。价差，好，回馈给消费者，回馈给消费者。最后我们来谈一点哦，就是说，你们除了说希望分店越来越多以外呢，在是不是，比方说，有一个环保的指数，比如说这个也是你们将来想要设定的一个目标，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从农业社会一直到工业社会，本来是需求大于供给，对。那因为科技的进步，其实现在生产都不是问题，而且非常的大量，是。对。那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地球暖化，大部分是因为畜牧业，对。它占大部分。那其实工业还是小部分，对。那应该讲，消费者比较容易理解的是碳足迹，是有听过，是啊，你只要跟他讲哈，就是一个碳，然后一个 CO2， 然后一个脚印，对。那谈到环保指数，他们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稍微陌生一点点，就是那个要传达的讯息好像没有那么清楚，对。那当然我们是在努力，为什么？因为有一些同好认为碳足迹，它可能太过于单一的指标，单一指标。那如果可以从整个环保来着想，它就是可以对整个环境呐，包括就是说我们讲不要制造垃圾啦，包括很多就是可以回收的啦，其实我也知道，像慈济对这个资源回收是全世界的指标，对。那如果我们在源头就可以努力一点，对，那后端的工作，好，跟环境的负担就可以降低啊，是。所以其实真的回归到我们的心呐，哈。对。当其实我们的心宽的时候，其实已经不在意屋到底宽不宽，哈。然后当我们的需求开始慢慢减低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幸福指数就会提高了，是，对不对？哈，东西其实真的够用就好，没错，够吃就好。是。那两位今天听完，我们这两位就是包含我们的赖大哥、我们顺梅姐，原本其实真的像你本身就是吃蛋奶素。就是吃素也是吃了很多年了，那听完之后有没有想到说，好吧，从现在开始我不伤害动物了？有，我想说，因为原本是想说奶，就是奶牛奶啊，或是蜂蜜这一类的产品，其实没有伤害到动物。其实今天听赖大哥这样解释之后，就会发现说，其实吃这些东西其实还是有伤害到他们。对，所以还是会慢慢减少这样子使用。而且各位真的不用担心，有太多可以替代的哦，包含豆奶，其实真的也非常好，它的蛋白质含量也很高，植物性的蛋白质比动物性的蛋白质要更好，对不对？哇，这样子好有说服力哦，是不是？小花妈妈，我跟小朋友一起来吃。是，今天听完了这个赖大哥的分享，如果说因为这样导入这样的维根的生活的方式，可以有
让小朋友有爱地球的观念，然后有环保的观念，甚至可以让他们学到尊重生命。对，这样的话，我愿意尝试着看看改变。太好了，真的很棒，很棒哦！那我们真的很希望这种维根的观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这个各个不同的角落慢慢的遍地开花，哦，慢慢的落实，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以外，最重要的是我们爱地球，也要同等的爱护动物。今天谢谢两位来，谢谢。谢谢。好，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聪明过生活的单元了。是的，聪明过生活，今天我们谈一个东西呢，没有它，你什么都看不到啊！真的吗？怎么会这样呢？到底是什么东西？对，好好奇，一起来看一下喽。天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百分之一的灵感，我是发明之王爱迪生，是的。这就是我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之一，发明电灯。可是现在科技进步，灯泡灯管百百种，我看的眼睛都花了。什么？你问我灯要怎么选？哦，这真是难倒我了。你都怎么选择家里的电灯呢？哦，今天聪明过生活这个很重要了，对不对？每个家庭都一定有电灯 啊，没有电灯真的不行，这是照明最重要的一环哦。但是呢，我要问一下两位了哦，这个当我们在搬家啦、装修的时候啊，我们可能选择灯泡跟放的位置其实都不太一样。两位选择灯泡的依据会是什么？第一个省电，省电。第二个可能就是它的寿命，寿命。对，可以从哪里看得到它的寿命？比方说它可以照明几个小时。对，它上面说明书上面会有写说它可以照几个小时。啊，你有在看说明书哦？哎呦，好厉害哦！没有在看呢。对，通常像我们这种主妇，就是灯泡买回去啊不亮了，然后买一个一样，把它转下来，然后再去对照有没有。那来小花妈妈，对，我也是省电，省电，还有就是它主要的照明的范围跟亮度，亮度对，是会看瓦数吗？哎，也会看瓦特数，也会看瓦。是，我也稍微会稍微看一下。你们都太专业了吧？那我的家呢，就是那个灯啊，就是抓萤火虫。你看，要浪漫唯美，这才重点呢。哎，其实我也会呢，因为我喜欢那种黄灯的那种温暖的氛围。对对对。哦，但是其实真的有时候不止心情上了哈，但还是要考虑到这个灯泡不同的这个种类跟它不同的功能。没错。所以今天我们还是邀请到这位专家，好好教大家如何正确的选。选择我们的照明用具了。是的，欢迎呢，是我们的绿色居家装潢的讲师 Derek， 欢迎，欢迎，大家好，我是 Derek。好，我们刚刚都有讲哦，有人要搬家啦、装潢的时候啦，或者是说自己本身想要改变一下家里的气氛，选择灯泡的种类都不太一样哦，那选择的标准也都各有不同。那照理来讲，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些都对吗？其实问题不大。对，怎么说？因为大部分现在很多人装潢房子，其实是设计师帮你选了你的灯泡，对，然后到后面大家就一路沿用下来了。所以我们大概从灯的角度，我们会讲一个是装饰的用途，一个是照明的用途。那一般还是以照明为第一优先。当然，对，所以这个大方向大家其实都是正确的。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对啊，到底是哪几种？其实像我们一般以这几个来讲的话，哈，我们这个是其实各种灯泡。对，对。其实讲到灯泡上面来讲，我们最传统的就是所谓的白炽灯，就是我们看到玻璃的里面有一个灯丝，用一段时间会烧掉的，会。那这个就是白炽灯，它非常的热。OK。那像我们一般的白炽灯，它就是从最早的爱迪生时代下来，钨丝的，它是钨丝的，对，它构造很简单，所以造价非常的低廉。但是它的问题就是耗电，而且容易损坏。那其实从最早的白炽灯之后，后来第二代就是我们的荧光灯，荧光灯就是大家以前看到日光灯管。然后后来技术上改善了，我们就做出了这种螺旋状。是，对。这个像我家就有用，然后刚刚小花妈妈家，你们也是这个吗？我们家也是这个，对不对？哈，大家那个温情家里是这个吗 ？LED 的，也是 LED 的。OK， 所以像我们都常蛮常用这个。五年前大概都还全部都在用这种灯。对对。那这个是这几年下来。
最新的就是 LED 灯了。LED 那 LED 灯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它就是很省电。寿命很长。对，所以它可以帮我们省下很多的钱。像一个 LED 灯，它大概寿命是我们传统省电灯泡的大概10到15倍的寿命。这真的很厉害，但是它的价格应该就比较高一点，对不对？价钱大概1倍。OK。但是你等于已经换10颗了。但你那个 CP 值来算，其实是还蛮划算的。所以10颗哎。所以温情很厉害，你们家后来全部都改成 LED 灯吗？我们家去年才全部装过。对。所以我们家就干脆全部都换成 LED。就全部把所有的照明都换成 LED 灯。这个还蛮好的。可是如果是LED 灯加省电灯泡一起使用呢？如果同一盏灯具，比方说，对，因为像我现在的情况是，原来都是省电灯泡，那如果有坏了的话，我就换 LED 灯，但是别的还没坏，还在亮，对，这就混合使用，这样可以吗？混合使用，我们不是很建议，好。比如说你同一次打开三盏灯一起亮，对，那三盏灯里面有2颗是传统省电灯泡，1颗是 LED 灯，对，好，因为它们之间会有些干扰，所以 LED 的寿命会减短，会这样，对，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你就是一次换，就是整组同时换掉，对，这样子光线也比较均匀，可是它以我们这种主妇心态，就原来的灯泡还没坏，我要放去哪里呢？那我们就会建议你把换下来的灯泡移到我们一些其他地方去使用，房间或者是走廊、过道，甚至楼梯间。了解，这些地方就继续使用，它是很适合的。那这样听起来 LED 灯真的是好处多多。对，所以我们是不是在家里所有任何一个地方都用 LED 灯都没有限制，对不对？其实我们又省钱。我们一般会建议哈，就是在潮湿的闷热的地方，其实还是暂时先不要用 LED 灯。潮湿闷热，你说的是浴室吗？比如说像浴室、厨房、阳台。阳台。对，因为在这些地方它会有潮湿，所以它的灯具本身设计的都是封闭式的，那它的散热是比较困难的。那我们 LED 灯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散热。对，你要保持灯具的通风，它的寿命就可以维持得非常好。对，所以它是有受到那个外在环境的一些影响，所以其实真的比较不适合放在潮湿的地方。其实不是它怕潮湿，是灯具的设计。它是灯具设计成封闭式的了，所以变成无法散热。对，因为它有个灯罩在外面再罩起来嘛。因为它当初是给省电灯泡用的。是。那省电灯泡怕水，所以它灯具一定要封闭起来。那两个筒灯泡特性不一样。对。那它不怕水，但是要散热。对。再盖住它就不行了。对。所以还是要依据这个每一种灯它的特性去选择应该适合放的一些家里的区域。是的。那有没有一个大方向可以提供给大家？比方说客厅啦，然后房间啦，或者其实我们的。一般在跟我们的顾客或朋友介绍的时候，我们大部分可以告诉人家说 LED 灯用在你点灯时间越长的地方越好。那就是书房、客厅就是家人常常聚在一起的时候的地方。 对不对？因为它点灯时间越长，帮你省下来的电费越多。对，这是最直接的部分。 OK， 那在其他的属于这种不是那么重要的地方，还可以继续沿用我们的省电灯泡。是，因为毕竟它没有坏，你把它丢掉也是一种浪费。OK， 所以刚刚其实我们专家有特别讲到，就是不同的区块用不同的灯泡。那像我在买灯泡的时候，我也会去看，我会看什么？我会看瓦数。其实，在瓦数这边哈，我们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识别方式。好，来教大家一下下哦。OK， 好，谢谢。这个是我们一般大家会看到，你在买灯泡的时候，他们都告诉你说多少瓦，多少瓦。像我们一般你买灯泡，你看到都是一个盒子。对。那盒子上面它都会告诉你它是几瓦的灯泡。对。可是这些瓦数，每一家标示出来了。对。可是它亮度感觉又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真正在买灯泡，除了看它的瓦数以外，最重要你要看它的一个身份证资料。有哪一些资料是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这里面我会特别建议要注意一个是它的流明值。流明？那是什么？我只听过流年呐。流年不利。对，是。流明是流明是什么意思啊？流明值代表的就是它这一个地方。这个环境有多少光线通过？对，也就是这个光源它可以送出多少的光线，那就是亮度的意思。所以流明的它前面的那个数字越高，代表它越亮。
对，那瓦数呢？瓦数越低，我以前也以为瓦数是，但是我知道瓦数越低，其实越省电，省电，对吧？瓦数我们一般讲的话，瓦数代表是它消耗的功率。就像我们一度电是1000瓦用1小时，对，嘿，那你就可以换算它是8瓦特的，那它用了多少小时以后是一度电？哦，就是8000，这个我们就可以换算出来，所以是它的消耗功率。哦，我懂，原来是这样，所以还是要看亮度的话，其实要确定它叫流明就对了。哎，这个部分真的大家都很少看到，哎，两位会看这个吗？没有注意过，对不对？我没有注意过的，但是我只会看瓦特数。可是温琪，你刚刚不是说你买灯泡的时候，你都会去看包装说明书吗？可是我就注意到寿命。或是其他的部分，可是流明值这个部分是从来没有听过。哎，今天真的我才第一次听到哦。但是讲了一堆流明，对，你到底每一种之间怎么去换算它？哎，对呀，怎么换算呢？传统我们都在讲说，一颗灯泡，物资灯泡都是几瓦几瓦。是。像我们客厅里面用100瓦的灯泡，用60瓦的灯泡。对。好，那100瓦的灯泡，我们计算起来大概就是1520流明。嗯。大约就是这样子一个对照，哦，差不多的对照是这样。对，但如果是节能省电灯泡，如果用到省电灯泡的时候，它就省很多了，是27瓦，27瓦就可以达到了，一样的亮度，哎，对。但 LED 更省，那是更厉害了。LED 高效能的，对，这边我要特别注明高效能 LED 灯，它可以做到15瓦，就达到将近这样子的亮度。今天其实我们也听了 Direct 特别介绍了这么多不同的灯泡，然后跟家里不同的区域应该选择的这样子一个照明的灯具，还有当你选择这些灯具的时候需要注意到的流明数啦，或者是它的瓦数啦，然后该怎么样来做选择，提供给大家做一个聪明的参考。今天非常谢谢你，谢谢，谢谢。好，接下来是我们手作幸福的单元喽。是啦，手作幸福呢，大家还记得我们的幸福特派员博元吗？哎，当然又来喽，又过来喽。啊，他太厉害啦！经过我们节目的一些洗礼之后呢，他真的练了一身好本事啊。但是今天呢，他去找这位专家呢，很特殊，很特殊。怎么说？哎呀，他到底要去找谁呢？这个人呢，可是跟他息息相关的耶，息息相关。又会蹦出什么样的手作幸福火花呢？哎呦，好期待哦！一起来看一下接下来这个单元喽。你是小舅煮饭啊？这99年啊，装模作样而已。哎，你流鼻涕耶？真的，而且你这么小就骑马了？对。什么东西？这是生日吗？对啊，这是生日，在我，你开吧，1岁的时候。这是我还是你？你认出来？这是我吧。哦，这是你哦，好可爱哟。哎，糟糕，忘记要录影了。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幸福特派员博元。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跟今天的手作专家聊得这么开心，对不对？因为呢，这位手作专家我要好好介绍一下哦，他是很喜欢用布织布来做一些小小的手工艺品，送给他身旁周遭的朋友啊、家人们，来表达他对家人的关心哦。而她就是我的姐姐雅文。大家好，我是雅文。嗨，怎么样？是不是觉得我帅多了？怎么可能？怎么这样？我的姐姐呢？她平常啊就很喜欢自己做一些 DIY 的手工艺来送给我们，表达她对我们的关心哦。可是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会喜欢 DIY 呢？你不觉得很麻烦吗？我觉得 DIY 的时候，除了自己很开心之外，看到你们收到我的小礼物，很喜欢，就有满满的成就感。而且啊，那些东西都不会坏掉，可以永久保存。不管过几年之后再拿出来看，都还是可以感觉到当初的满满幸福哦。真的？哎，我送你，你们该不会都丢掉了吧？怎么可能啊？骗人！我真的保存得很好，好不好？怎么可能？一定都丢掉了，一定。噔噔，这一些呢，就是我姐做给我的 DIY 手工艺的作品集之极少数的部分啦、啊。我来给你们看一下哦。其实呢，我姐啊，在我生命中啊，很多个重要的时候，都会做像这样子的卡片送给我呢。这个就是生日卡片。那当然啦、啊，圣诞节的时候啊，也会做圣诞卡片送给我咯。你看后面还有一棵很可爱的圣诞树呢。这里你看，还有圣诞树、姜饼人，说我姐是不是很厉害啊？好，接下来很值得介绍的就是这一个，
这个就是我20岁的时候的生日蛋糕。你知道生日蛋糕这种东西啊，通常就是吃一吃之后你的生日就过了。但我姐做的这个蛋糕呢，就是一个永远不会坏掉的蛋糕。但是你当初怎么会想到做这个蛋糕送给我啊？你很有创意。因为我觉得20岁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年纪，而且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做这个蛋糕送给你，就是希望呢，以后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都可以看到它，然后就想起你以前的纯真跟快乐。不过啊，我们讲了这么多，今天重点是到底要带大家做什么手工艺啊？今天要教大家的就是玉手。玉手，对，你说就是像台湾常见的那种平安符啊、永保安康玉手啊，或者是身体健康玉手那种。就是那种。现在很多人啊，去日本都会去神社求一些玉手回来送给亲朋好友。其实，在你求的时候，都有一些心意在里面。那就是有时候会希望别人健康啊、平安啊之类的。那我们何不就把这个心意，然后用自己的手做的方式传递给对方？真的耶，而且收到的人啊，也会特别的珍惜，永远都不会把它丢掉。对，而且呢，我把它跟钥匙圈结合在一起。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动手做吧。好啦，王氏姐弟的手工艺教室要开课咯。姐姐，我们要做这玉手需要哪些道具呢？我们需要的有布织布、钥匙圈、剪刀、相片胶、双面胶，还有绳子，什么绳子都可以。然后最后这个是需要比对一下的钥匙。好，姐姐，那我们第一个步骤要怎么开始呢？一开始就选一块你喜欢的颜色的布，然后呢，我们剪出两个大小一样的长方形。这大小一样的长方形只要比你的钥匙大。大概1倍就可以了。所以现在要做的一开始就是底部就对了。对，我们先做底部。所以就是一定要挑选自己喜欢的颜色啦。好，因为它占大部分的面积。人家很多很熟女的人啊，都会用打毛线啊，不然就是羊毛毡啊，我看起来都很厉害。你怎么想用布织布？因为我觉得布织布做的东西比较简单，而且非常有立体感。再说啊，如果你不小心剪错了，它的延展性非常的够，你只要拉一拉就可以塑造成你想要的形状，不用一些太复杂的技巧。好，接下来我们拿出相片胶。那种相片胶其实很便宜，去手工艺品店就可以买得到。对，所以这相片胶粘的时候有技巧吗？还是没有技巧啊？只要你要记得你自己的产品，自己的东西是要从哪里进去，然后有一个钥匙圈要扣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这里不可以完全粘死，要让它有出来的空间。好好好好。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这样就好了。对，就这样。这样真的省去很多用手缝的时间呢。没错，很简单吧？好。接下来呢？接下来呢，我们就用，像我准备的这是皮绳，其实自己家里看有什么中国绳啊，什么都是可以的。反正选择自己喜欢的就 OK。对，然后我们直接套进去。套进来，往里面戳，穿到那个最前面刚才留的洞洞就可以了。穿好了。好，这样子再来嘞。再来，在最后面打一个结，大大的。真的看起来有点像玉手了耶。接下来再下一个步骤是什么呢？在下一个步骤，我们就开始来装饰我们的玉手咯。所以我们的玉手基本上它已经完成了。对，这是玉手的基底就完成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两个人先个别的装饰，然后我们再想一下要送给谁，那我们就开始装饰吧。好。你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线，然后把它缝在一起？因为我觉得线多比较可爱。你如果做一条细细的线的话，这样缝过去好像看不太见，对不对？对，就会被布织布给吃掉。这样子他就看得好清楚哦。那你接下来你要怎么缝？接下来我就缝。我干嘛告诉你？我们不是要自己做自己的吗？你有必要警戒心这么重吗？不是，你以为我很想知道吗？你超想知道的。我看一下，好重。现在我和姐姐手做的幸福玉手都快要完成咯。这个幸福玉手是用来送给想要特别祝福的人，大家一起来猜猜看，究竟在我们的心中这个最特别的人会是谁呢？
好了，现在我们两个预手都已经做好了。那首先呢，就先请姐姐告诉我们你做的是。我做的是要送给你的交通安全预手。嗯。因为你啊，一天到晚出外景，有时候还要到很远的地方工作。嗯。家人除了担心你的健康之外，最担心的当然是你的行车安全。啊，所以你这预手是要送给我的。嗯。难怪你刚才这么神秘。而且啊，我后面还贴上你的车牌号码，这是专属于你的护身符哦。其实啊，我姐啊，真的一直以来都对我很好，尤其啊，就是两年前。他跟我姐夫结婚的那个时候呢，其实呢，我爸妈在他跪拜的时候，都好像没有掉下眼泪，但我那个时候整个超感动的，你真的哭得超夸张的，我结婚也哭，订婚也哭，你整个哭得稀里哗啦的，我哪有哭得那么夸张啊？有，我有影片为证哦。那今天呢，我自己本人也要。你真的很浮夸，你那时候为什么哭成这样啊？没有啊，就是也希望你可以幸福嘛。而且啊，我们这二十几年来其实天天都在一起。你该不会又要哭了吧？这样真的好尴尬。然后就是因为你接下来你如果嫁给别人之后，就很久才能看到你，所以才会觉得就是啊，天哪，你真的要嫁了吗？这样。好了，天啊！现在我们应该怎么收拾这个局面呢？啊，所以啊，我就也做了这个玉手，就是要送给你的。我的这玉手呢是好运玉手，因为呢，你既然都已经有了幸福美满的婚姻了嘛，那接下来当然要等的就是你可不可以生出一个白白胖胖的小侄子啦。所以呢，我这里呢后面就有送给我侄子礼物，这是奶瓶，然后有衣服啊、裤子等等的。啊，不然这样子好了，等到你快生的时候啊，我再来做一个安产预手给你，好不好？好啊，我觉得下一个应该会比较漂亮吧。你怎么这样？好了，那这给你，谢谢，也谢谢你送给我的安全预手。各位观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其实啊，这不织布来做预手，真的一点都不难哎。所以啊，小小的礼物里面就有大大的心意哦，你也赶快动手做一个给你的家人吧。是不是好可爱？天哪，五彩缤纷的，而且都不会坏耶！我要是有这样子的兄弟姐妹，该多幸福！你看看哦，欢迎我们的博远，博远欢迎你，我来了。这么感动呢，第一次看到你在节目里面飙泪，然后泪都给他落下来。其实我自己觉得也很特别，因为平常啊都是给大家比较欢乐的形象啊什么的。那个时候就说不要聊这种话题嘛，你看忍不住了吧？你为什么会这么的感伤呢？因为我跟我姐的感情就又来了嘛。快了，快了，快了啦！你们可以先稍微 hold 一下，你先 hold 一下，放我先讲好不好？他这个二十岁的蛋糕呢，是因为希望这个呢永远都保存住这二十岁的美好嘛。那像我自己有个哥哥，对，其实我们感情也蛮好的，我就想要刚跟大家分享说，我哥哥他的这个长才哦是在这个文笔方面，所以呢，有一年我生日的时候他就写了一张卡片，对，也是有一句话整个就是打到我心坎里，我说谢谢你这位美好的妹妹，跟我一起面对这个不那么美好的世界。哦，博远啊。所以其实真的家里有手足哦，那种感情的那种联系啊，其实是真的真的非常让人感动的。像刚刚其实博元在里头，你看一讲到家人对你来讲真的是一个最重要的，应该是真的。而且以前小时候就觉得说，你还没下一位，下一位，我们不要继续聊多久，聊我们的自己的兄弟姐妹吗？没有，就是小时候会觉得说，为什么爸妈要生一个姐姐，然后来，例如说抢我的玩具啊，然后我永远只能穿她的旧衣服啊，永远都只能就是当她的附属品这种感觉。可是真的慢慢长大之后，发现有姐姐真好，对，对不对？你也做了一个玉手给姐姐，对不对？对啊，这个是送给她的，这个是她送给我的。好，然后你希望姐姐好运，对不对？对啊，希望就是她还没生小孩之前啊，就运气都可以一直很好。对，啊，真的，如果快要怀孕的那个阶段，希望可以赶快，赶快能够怀孕，小侄子赶快来这样子。太好了，这应该也
是姐姐最希望的事情。对，所以其实我们来问一下来宾了哈，温晴，如果是你，你想要做什么样的玉手送给你弟弟？嗯，因为我们现在都出社会嘛，那我会希望说他的工作顺利，或者说升迁顺利。是，对啊，我会觉得说。因为现在我们两个感情都还不错，那其实有时候都会讨论到工作上面的事情。对，我会蛮想要做这样的玉手送给弟弟，事业玉手。然后再来我们的这个小花妈妈，你呢？我最想做给家人，不管是我的长辈或者是小孩，是啊，我最想做的是健康玉手。哎，跟我一样，我觉得有的健康。一切都平安，所有的财富哦，其实真的都比不上健康，所以我最想做的就是健康玉手。跟我的想法是，所有的家人，真的哦，好温馨的一个单元。今天真的非常幸福又温馨的一个单元。那谢谢我们的博源，谢谢。也希望也祝福电视机前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跟家人，尤其是跟手足之间的感情，永远一定要像现在一样这么的紧密，这么的甜蜜，好吗？也谢谢两位特别来宾，谢谢你们。好，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继续锁定我们的美丽新生活，下次见，拜拜。留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干净的地球，留给我们的孩子一条清澈的河流，留给我们的孩子一个碧蓝的天空，留给我们的孩子一片草原绿油油，让我们的爱心温暖你寒冷的手，化作大爱的清流，